蔡哥，干嘛？舅妈，多少钱？现不现实？哎呀，这个看你超能力呀、啊！啊，走吧，这边是吧？啊，商量生双胞胎呀、啊？双胞胎名字没有？还没有。哎，潘总，潘总，这谁呀、啊？对啊，这是谁？我女朋友。哦呦，这么漂亮啊！对啊，怎么那么高啊？高好啊，高可以的。过年了，带回家啊？是啊，想不到你人那么小个，找个女朋友那么漂亮啊！那必须的嘛，有能力嘛。到时候你要不要搭凳子啊？对呀、啊，这不用你操心。范总，要去我家吃饭啊？哪里认识的？在城里面呢，打螺丝的时候认识他的。美女，加个微信，认识一下呗。算了算了啊，那我先回去，我走了啊。有空来我家吃饭啊。拜拜啊。饭桶这种人也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啊？是啊，他那么小气，我想加一下那个美女的微信都不可以啊，小气的要死。哎，改天我要问一下他女朋友还有没有闺蜜，介绍给我。你还想泡他？我以为我要他女闺蜜啊，我不要他。哎呀，你太坏了你！阿兰，这里就是我家了啊。行。哎，哦，按照那个约定啊，300块钱一天，租你10天，可不可以？那什么时候结账？一次性事后结账，可以吧？那行那行，但是我还有一个要求，你不能拉我的手，我跟你不能去同一个房间，而且我不能叫你的爸爸叫爸爸。这是不能拉手就过分了吧？那两个我可以同意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不同意我就走了。哎，别走别走，这300块你有很多吗？大过年的。我也想回去陪陪我家人啊，不是缺2块钱吗？真的是，我也是要面子嘛，不要话啊！行了行了，我愿意了。不行不行，那我叫我爸出来。老爸，老爸，我回来了，老爸。哎，老爸，儿子回来了。哎呀，叔叔过年好。哎，你好你好，这是我女朋友阿兰。先进去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行行行行啊，你看我先回去了啊啊。哎，干嘛？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女朋友漂不漂亮啊？漂亮是漂亮，你老实交代，像你这种人，你肯定不可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啊，你这不是我怀疑你儿子的能力吗？对不对？你不能这样怀疑的。怎么不能怀疑？你老爸当年那么帅哥，是不是？还不是娶了一个丑八怪？就你，哎，老实交代。哎呀，老爸嘛。这不是我要面子吗？然后就去租了一个300块钱一天，租了10天，给你尝尝面子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。哎呀，老爸，你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？有什么意思？那不是浪费钱？这也不是没办法吗？你看别人，我们村个个都带女朋友、带老婆回来，我呢，年年一条光棍回来，是不是？你这不是浪费钱吗？那也没办法，为了面子。其实老爸，说实在的，我挺喜欢这女的。你喜欢啊？啊，对啊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也没办法，谁叫你以前那么穷啊，到现在还穷。你喜欢就好。你要是有钱一点，我肯定能泡到的。你听我的，你听我的，我说的去做就行了。这样不好吧？哎呀，有什么不好啊？这那行吧，只要能成就行了。你先回去啊。哎呀，应该能抱上孙子了。爸，哎呀，你在家里面得了吗？是啊，什么？叔叔，你又不用出来送我们了、啊哎？再住了几天先嘛、啊。没办法了，厂里面赶工啊，是啊，急着回去啊，不要马上开工了，过年。既然这样，一人，给10000块钱啊。你们去到上面要花吗？啊，不好吧？哎，没事，拿着拿着。老爸，要是
我拿了这些钱，你怎么办呢？你这家也要钱了吗？你就放心了，我们家这个房子怎么也拆迁了，到时候啊，大把的钱呢、啊。我有200万，你也有200万。什么？我家拆迁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你自己看、啊、这边。哪里？这里。我什么时候写的？哎呀，前两天、啊、那个人家工作人员就来写了，他说，再过一个多月要拆迁了。做什么？来这里做什么？好像是搞一个飞机场吧。哦，飞机场啊？是啊。要多少钱呢？一个人头？我200万，他200万，一个人，一个人就200万吗？一个人就200万。哦，我有一个办法哦。如果你们两个结婚了，也是我们这个户口，又得到200万、600万哦。哦，有这样有说法吗？哎，要不你们请这几天假，先把那个结婚就办了先，好不好？这。哎呀，范总，妈，你跟我相处了10天，难道你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吗？没，就有一点点。你看嘛，只要我跟你结婚，我们得那么多钱，我们一起分也好啊，对不对？到时候如果你不喜欢我，我们再那个嘛。你真的这样想的？是啊。那行吧，那我直接结婚吧。其实我也对你，那有意思。这辈子都不用打工了，对吧？哎。就什么女友啊，占什么街，真的是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行吧，那，哎呀，老大，那姐，哎，你说，你不是老爸，你说，哎，叫老爸了，他愿意结婚了，跟我结婚了，啊，那太好了，那他不是图我们这个钱，主要是觉得我喜欢他，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我直接现在就领证。好不好？先休息嘛，明天再去。明天再去，累了。你们既然要请假吧。啊，行行，还打什么工啊？直接辞工算了。啊，也行。回来。哎呀，成功了。